妹平安，你的灵修日日领受主的话语，宣扬主的恩典，宣扬主名。历代志上16:23，全队拢着用耶和华歌唱，日日传扬伊的救恩。一间标准石油公司有一位小职员，这人十分有趣味。无论伊出差徛酒店时，总是伫书信甲收据的签名的卡所在，拢要加上几个字，每桶4美金的标准石油。伊后来因此予同事叫做每桶4美金，而伊的真名反倒转无人叫啦。董事长知影这件事了后，讲竟然有安尼努力宣扬公司身故的职员，我要见见伊。几年了后，董事长无搁再担任这个职位。第二任的董事长竟然是这位小职员，一件得罪拢会令罪到的代志，可是只有这个小职员罪啦，而且坚定不移，十分的投入，你唔知亚先，祈求伊的人中有太侪的才华出众的人，可是。最后只有伊成做了董事长的接班人。兄弟姊妹，基督徒如果伫高举传扬主名的工作顶，会通亲像这位小职员安尼的执着，安尼咱的主将会何等的喜悦咱，咱将无疑是属灵基业的承受者。咱一齐来祈祷。亲爱天父上帝，你是万王之王，当受极大的恶怒，万民也都敬拜你，尊你为大。阮感谢你的教听，感算阮，予阮投靠你，就必得到你的保护，免受一切灾害。求主赐予阮智慧佮勇气，晓得伫生活中宣扬你的救恩，彰显你的大听，日日高尚阿罗你的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